我怎么觉得你画了这个眼线，感觉好像就是要去某一种唱京剧之类的？什么？现在我是这个彩妆生涯最谷底的一次，这假的？献给你们节目。雅韵，我跟你说，你上次来的那一集在讲自己的实际年龄的时候，我朋友吓得要死，大家下巴是不是掉？就是很多人传简讯我说啊，雅韵这么年轻哦，就是年纪这么小，但是我也是讲话就老魂的感觉，就没有人，永远没有人猜得出。对，然后他说他那个那一整集看完之后，他整个下巴差点掉下来，他就是一直在那看你，想说你怎么只有可能才25还26岁？24岁，他才24岁，他才24岁，大家是不是？很想看这个欧巴桑化一点妆，你很烦嘞。我今天出的是 Lisa 妆容，在她这几年的脸上是看不到这个妆的，因为她已经淡妆很久了，不管是工作、下班，然后还有时候她有跳舞，她去 cover 录一些 cover， 你跳舞就跳舞，要有态度啊，那你怎么还是顶着一个淡妆呢？我真的很受不了哎，大家是不是一起受不了？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好了，那我来吧，是我自己最近觉得很好用的。就是资生堂的一款气垫，那我觉得它还蛮持妆的，那我现在来稍微拍一下，补一点点，因为我现在脸上其实已经有一点点，稍微。它是史上我看过最爱用气垫的 YouTube， 真的，真的，你真的好爱，我好爱用气垫，我好像每一集都要用气垫，用气垫很方便的。不是，他是因为他本身很爱用气垫，对，我就喜欢亮亮，他喜欢那种油亮感，对，他在节目上应该已经介绍。他是烧我们，他烧我的两款气垫，我都去买了，一点点这种校色的，因为我最近不知道什么，就是睡不太好。可是这个很橘哎，对，很对啊，很橘。那可是你就擦一点点在这个这种青黑色的地方，这是 OK 的吗？这个很橘哎，对。可是因为绿色，你不要一次啊，我先擦一遍给大家看好。对啊对啊，这个颜色像上去很恐怖哎。对，可是你先用一点点，就是讲你怕失手的话，因为我真的眼睛，你看黑眼圈好重哦。然后等下再盖那个粉底液跟遮瑕，再盖一个比较亮色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。来来，我们来一起学一下，因为那个颜色拿出来，我会以为它是眼影蜜之类的。它就是适合校色用的。这什么牌子啊？这个是 LA Girl， 很便宜，这个大概450块台币左右。很便宜。就是牌子不是重点，就是你可以用口红，也可以，类似也可以。口红，对，就是它是以颜色，是一个色彩学的概念，色彩学就是先打一个橘的，如果你的黑眼圈真的很深的话，对，然后我再压一下气垫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是底妆的意思啊，因为如果你现在没有压气垫，它那个颜色我会吓到，我心想说有事吗？有家暴？这样，等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拍开，对耶，就慢慢的，等一下啊，有蛋，你们看到？蛋蛮多的。好了，接着我要进行定妆的部分。那定妆的话呢，我就是用一个粉饼，因为我觉得它其实看起来妆容是蛮雾的。因为不然我平常我不太爱上。你喜欢油亮的那种？对，我喜欢稍微油亮，可是我看它是雾雾的啦，所以我还是就是全脸上一下粉这样子，让脸不要太亮太亮。好，那我现在来用眉毛，就你看它头发很浅，对，看它眉毛感觉是浅的。好，我来擦一个比较浅一点点的染眉膏，一点点。因为我头发没它浅，所以我也不能弄太浅，不然会很突兀，很奇怪。对，眼睛会，对不对？眉毛会是很金黄色，就我要用淡淡的咖啡色打一点点眼窝，好了。粉红色 ，Oh my gosh， 会不会很可怕？好。你看看，跳出舒适圈，粉红色是一个很难挑战的颜色，对，跟烟熏妆再来就是粉红色。那它怎么样？怎么办？它很可怕，因为你画不好就很抛。对。而且看起来很恐怖，不要在前面恐吓我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眼尾呢，我没有刻意弄，是因为等一下会画眼线会盖上去，所以我现在眼尾只是稍微往后涂一条。粉红色我真的不行，不是粉，这是桃红色，好恐怖哦。所有的，你平常会买这种眼影吗？我不，真的不会，完全不可能。又是万圣节才会用眼，或者是你可能春天到，你想要扮一个花仙子，你才会有这个粉红色。仙女妹妹，这种粉红色平常很难会有人真的会买这个粉色。对，你不要怪脸啦。好，下面也要粉红色。对，它眼线从前面整个画到后面。对啊，没错。有了，可以哦。我怎么觉得你画了这个眼线，感觉好像就是要去某一种唱京剧之类的。怎么办？你看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是悲剧哎，这是我。
现在我是这个人那个化妆彩妆生涯最谷底的一次。这假的？献给你们节目。有吗？就远远的看可以吗？有啦，下眼有一点点啦，就一点点。下面有耶。好，我要画腮红，然后用一点点粉粉的腮红。那斜斜，我就是月饼的脸呐，不是啦，肉圆的脸呐，你不要一直对我的肉。我跟你讲，通常很难听的话都只有闺蜜能讲，而且跟我们都私下互呛。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听实话？好，他有一点那种橘橘红红的口红。好咯，差不多完成咯，就只能这样了啦。我尽力了。哎呦，谢谢雅瑜，不要给我零分，至少给我一分，谢谢。接着下来，最后呢，压轴的就是姚蜜了，来。雅云，他刚刚弄你这样子，你给他快点，因为你知道我刚刚跟大家讲说，他平常都画很淡，而且他喜欢画那种淡淡橘橘粉粉，然后很浅很浅，他就是这样涂一点点，而且他都是用那个 integrate 的那种四色，然后就这样手撸一撸，然后就渐变渐。快速，我出门超方便，我三分钟出门。哎 ，integrate 的那个四色是那种初学者，对，亮亮，那就是没有难度的。可是因为他也漂亮，所以他的皮肤又好，他真的淡妆很美，所以我今天给他出有一点点深邃感的。手下留情啊，像这种美，好不？那个是很美啊！你们不知道，因为我在化妆这条路上，我还是一个初学者。他都请化妆师画哦，真的，他自己画就是涂一个，这么有钱。不是，搞错重点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你平常都是画比较淡的妆，先把我的隐形眼镜颜色跟他用一样的。他现在要开始戴隐形眼镜，先遮瑕，是很有名的 Kevin O'Quinn。我是过敏型的黑眼圈，万年的。所以在换季的时候会更严重。那我就是用它的颜色非常深，橘黑色，因为我也是比较健康的肤色。我现在来画个眉毛好了，植村秀的，比较好入手，来入门款，因为它本身已经斜斜的，对，比较好。植村秀现在一直以来卖最好就是那个武士刀眉笔，对，啊，它是进阶版，因为它可以直接换头，它的后面就是对眉毛刷，哦，它后面直接就是眉刷的。我感觉这比武士刀好用一点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已经用到快见底了，我非常需要第二支。但这是很好用的，真的。再来就是肌肤之钥的蜜粉饼。我觉得它贵有它贵的道理，因为它不是属于平价。对。但是他们家的东西的确还不错用。哎，这盘就是各种颜色都有。我先用这个打底，涂在眼窝上，眼窝这块。用第二个颜色比较接近，有玫瑰根部，有玫瑰感的，对，要是这个颜色才对。思雅选的好，玫瑰金感的颜色。刚刚是一二，我现在三，好，三，浓起来，浓起来了。你按照你自己的，因为他自己的 style 就是又要走淡妆路线，所以他会默默就，因为他其实 Pony 的妆是他的眼妆是算蛮浓的，对，就故意开个浓的，就想整他。画眼线的时间到了。从眼睛的一半开始画，这是我最近的新头号，它是开架式的，然后它打底很强，防晕染，然后又会让你可以很卷翘。我们是真闺蜜，我有一部，我不知道你有哎，我也不知道你有 ，Kiss Me 的，哦 Kiss Me 就开架的，它最近出的吗？它算是比较后期出的哦，真的，我就看一下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打底膏，很多人爱用 Kate 跟 Can Make， 可是我觉得 Kiss Me 这支不是 Kiss Me 是我的，是我的很强，而且它光打底的时候就帮助你的睫毛，它是有点蓝色的，真对，可是你盖上去看不到了，你盖你咖啡色的，好哎，就是要银行要拥有，就让它，因为我都用他们家的睫毛膏，对，那就用这个打底很好用，然后这支是也是开价的，对，1028，这支也是直接变浓密。腮红，淡淡的杏花色。腮红通常都不会太重，对，不会太重，一点点。因为他们的唇妆通常是重点，唇比较唇跟眼是重点。好了，唇妆，最后来，有一点干燥玫瑰又加鲑鱼的颜色，我先用一个粉红色玫瑰粉打底。好，一样，手是万能的。哇，你的嘴巴！我是 Pony 2.0才怪。这是第二个，砖红色的，砖红枫叶。这是 Benefit 的蒲公英的粉红色打亮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这里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完妆度蛮高的。哎，对耶，有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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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嘴巴。
嘴巴，而且重点是其实对脸型跟整个整体的感觉其实蛮像的。OK，